爱有感。韩昭王洗澡时，发现热水中有小石点。如果掌狱的人免了，有谁可能递补的吗？有的。去把这个递补的人叫来。是。大王有事找你。是不是要升我做掌狱啊？你为何把小石头摆在热水里呢？因为掌狱的人要是免了职，我就有希望递补，所以才故意害他的。凡事情发生，有的人因此得利，有的人因此遭殃。因此，事件发生时，该查明谁可能因此红利，即可得知真相。